君曾志熙在八点档《天道》中上演一段虐心恋情，剧中两人一起经历了许多危险的场面。日前，谢承君也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了最新一集中枪戏码的幕后花絮照，只见他站在桥墩上，满身都是血，而曾志熙则跌坐在地上，看起来有点狼狈。谢承君在文中表示，身上的血流太多了，都是枇杷膏的味道，闻起来有点恶心。而且拍摄当天气温很高，两人晒了一整天，还要深情款款的演感情戏，简直热到想骂脏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谢承君还在照片中露出了健壮的肌肉，笑称身材不是重点，厌世的表情才是。照片引来不少粉丝大赞，这样的身材太养眼了吧？也不忘提醒他要多喝水，避免天气太热而中暑。